刚刚呢，我们就已经讨论了护肤用的产品，现在有讨论了这个彩妆类的主要的一些类别，现在我们进入另外一个大类的产品，就是毛发类的产品。对，毛发类的产品呢，是可以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是用的太多太多了哈，大家是非常关注的。那毛发类的产品呢，它是种类太多了，比如说染发呀、烫发呀。我觉得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就不讲了。我们主要讲就是我们用的生活当中最多的香波，还有呢就是这个护发素，我们主要讲讲这用的最多的这些种类。好啊。那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香波。香波呢，我觉得是有人说哈，就是有人是每天都用哈。那有些人呢，可能至少两三天用一次，对，所以这个香波在我们生活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这个香波，它的这些配方啊，它是怎么一个，有些什么特点呢、啊？跟我们讲讲哈。好，香波来说呢，它有一些功能，我们先从它的功能，然后我们再解构它的一个。配方怎么样来组成的？我们首先想的就是清洁功能了。对呀、啊，清洁功能了哈，有清洁功能了，还有呢？还有去头屑嘛？去头屑就有一些活性物在里边了、对吧？还有一个让那个毛发变得柔顺呐、柔顺呐、对呀、你差不多，你把那个香波很多的功能的，但是毫无疑问，香波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呢，是清洁、就清洁。然后我们在上一堂课，我们就说到。用清洁用什么来清洁呢？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对，表面活性剂，对吧？阴离子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当然，虽然我们现在也可以用什么非离子啊，零零总总，但是，阴离子呢还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部分。所以啊，我们就看看香波的一个配方的组成，它有一个百分比啦，我就那个百分比就列出来了。首先呢，表活，我们说表面活性剂，那个都是。属于那个阴离子，然后阴离子呢最有代表性呢，我还是说那个有12个碳的那个叫，月桂醇，居弥蜡，然后那个呢，你看到在外面你买的那些成分表啊，香波里边我看最起码有90%都加了这个是原，大家都是用这个原料的来做的，然后那个原料呢，事实上也不仅仅在香波，我们在一些可能有些沐浴露。可能在洗手液，那个都会用到这个表面活性剂。为什么？因为它有两个很重要的功能，一个呢清洁，清洁功能是很好的。另外，它有泡沫，就你希望它洗出来的时候那个泡沫是好的，所以我们就发觉那个很好的一个东西。但是去年就上一堂啊，不是去年上一堂，我们也讲过阴离子。表活呢有一个不好处，就是刺激皮肤，所以呢我们要加一些另外的一个东西，我们说一个辅助性的一些表面活性剂，它是比较温和的非离子的或者呢双性的那种呢，我们加进去，然后就令到它比较温和一点，然后最有代表性的什么酰胺丙基甜菜碱啊，前面那个可可啊也可以，其他的我们，但是后面那个甜菜碱就很重要，所以有那个部分就代表它是比较温和，然后那个东西呢也同时间可以给到一个就是说起泡稳定那个泡沫的一个作用，所以那两个好像就很好的一个搭档啊。当然还有啦，你就也需要另外一些泡沫，就有一些对那个泡沫很要求很高的一个产品呢，一些老板啊，一些品牌，他们会怎么样呢？就再加入多一点点，我们叫也有些呢的一些就说增泡剂或者呢泡沫的稳定剂，所以加进去那三个加起来的部分的话呢，可以是10%几的啊。然后有时候呢，如果要看你的。表面活性剂的 AES 那个浓度，可能那几个加起来呢20%-30%了已经，所以那个是主要的一个部分，啊。那刚刚讲的这几个成分加起来的话，占了20%-30%，那这个体系的话就不是太好用喽。对啊，
事实上你加很多水的，然后那个水呢就变成整个那个稠度就很低，所以呢往往呢你都会加一些就增稠的。但那个增稠剂呢很奇怪，你想也想不到，就你想想，我们都会用一些以前的增稠剂，可能是一个纤维啊那些，但是呢它不会，它用盐就可以了。用盐，就我们普通的那个食盐，氯化钠啊，氯化钠，你加进去的话呢，它那个稠度就出来了。对了，所以一般来说，那个加那么一点点，你就调到了，调到那边，然后再加一点点的一个我们说酸碱度的，就 pH 调节剂，因为你想那个香波最好呢，还是在5.5到7左右，所以那个偏酸一点点，你就必须要加。那个就 pH 调节剂了，同样其他就是香精啊，还有那些防腐剂啊，那个就加进去了。这防腐剂会不加那么多吧？你这里边都一厘子那么？它是可以少加一点啊，但是它水分也比较多嘛，所以我们还是会加一点点。加一些啊，对。那我们把这些原料成分把它准备好了以后，它这个因为不是一个乳化体系的话，就更简单的生产过程。很简单的，因为所有都是水溶性，所以呢基本上呢你把它搅拌就可以，但是一般来说我们稍微加一点点温，然后令到它比较好搅拌的更均匀一些。对呀、然后就分装就行了，就很简单的很简单的哈。刚刚讲的呢是一个洗发香波啊，那我们经常用洗发香波，用了以后呢会加一个护发素。对啊，那这个护发素和这个洗发香波，那可能它的配方就完全和这个洗发香波有点点不一样，因为它要去调节这个洗发香波以后的这个头发的这种状况。对对对，护发素呢也是挺重要的，因为你香波刚才说了，它加入那个阴离子，那个表活，然后阴离子表活呢，它有一个就最不好的点呢，就是在你的头发上呢就引起很多静电。那个静电呢就令到你的头发好像都不好梳理，而且长久的话它也会引起很多的问题。所以呢我们上一节课了，我们就说到有一族类的成分是阳离子的，阳离子的表面活性剂。对了，阳离子的那个调理剂或者表面活性剂，然后那个东西呢就在那个护发素里边呢就主要作为主要成分，因为它加进去呢就可以综合阴离子表活所带来的那个静电。对了，然后就令到你的头发呢就比较柔顺，比较容易梳理。所以整个配方里边就绝大部分那个就是恰恰相反，它就是一个阳离子的表面活性剂。对了，那除了这个以外，好像还会加一些硅，那种化合物这一类的。那个是硅油呢，硅油的话呢它有一个很好的光泽度，因为你不仅仅需要调理好的话，你希望你的头发还是看起来比较亮亮的，对吧？就像有些广告里边的哈，这个包括那个非常的飘哈，非常的柔这种。对对，所以就硅油要加进去硅油还有另外有一个增稠剂，那个增稠剂呢或者也是阳离子的一个调理剂，它不属于那种表活，它叫挂胶。挂胶的它是一种天然的一种好像增稠剂，还有那个调理剂，所以几种的都是以调理作为最重要的一些成分。就是在我们这些护发剂里边哈，它会不会除了这个不仅仅是综合吧它可能还会加一些功效成分吧你也可以加但是你加进去呢就很多时候人家就说哎呀你接触那么短时间，所以呢就很多时候可能是香波也会加或者呢也考虑在那个护发素也可以加一点点，因为作用呢主要是令到你的头发看起来比较健康，所以主要是给那种光泽还有那个柔顺这是最重要的。现在市场上哈，我也看有些二或以一的这个洗发的护发的两个连在一起的刚刚听你这么讲呢，一个是阴离子一个是阳离子，那我不知道混合在一起了以后，我就有个疑问哈，你都混合在一起都本身就综合了，它怎么去清洁毛发怎么去护发呢？对，我就觉得有点疑惑。对啊，那个就是为什么以前香波出了很久然后那个护发素出了很久，一直到可能差不多20年前
二十几年前吧，然后才出了第一款的一个恶意香波，因为事实上就是刚才你说了，它一个阴离子，一个阳离子，如果两个一早就已经放在一起了，那清洁功能没了。都综合了，综合了，然后调理就在里边已经调理了，甚至乎呢，我们会发觉呢，它里边已经结成了一种好像一些不稳定的一些成分在里边的絮状物啊，或者有一些已经根本上有沉淀出来，所以呢，你说的对，是很难做的。然后一直后来呢，有人就说，哎，如果我们用比较弱一点的一些调理机，要就那个。阳离子性比较弱的一些东西，我们说聚基氨盐，然后我们发觉呢，那个加进去呢，它弱化那个阴离子的清洁作用呢，就不太没有那么严重了。所以呢，有那个聚基氨盐出来呢，就可以做到挺好的二合一了。然后后来呢，刚才我说过了，挂耳胶它不是一个阳离子的表活。所以它具备的那个挂耳胶呢，又可以做一个挺好的一个成膜性，又可以粘附在头发上面，所以这就可以令到哎那个头发上面有一个好像胶状的一个东西呢，好保护住你的那个头发。还有硅油呢，硅油就非离子的，然后所以如果您把那个硅油能够就粘在那个头发上，就透过比如说挂耳胶那种成膜的东西呢。把那个硅油就粘附在那个头发上，那你的那个护发功能就可以出来了。但是从这个配方的原理来讲的话，如果是我自己选择的话，我还是宁愿去选择香波就是香波，护发素就护发素，不要混在一起，这个可能效果更明确，然后可能功效更好，或者会不会这种产生的这个硅哈，对这个毛发的这个附着呀，慢慢的会造成一些其他的不良反应。有人是这样说的，就有很多那个报告就说，用二合一香波呢，会引起那个掉头发。我认为那个呢，就不能只是说硅油。刚才你说硅油那个，当然人家说，哎，我现在少用一点点硅油，但是我想呢，很复杂一个配方，硅油有可能，阳离子的东西有可能。甚至乎你现在所说的那个它的积极性也有可能，所以呢，我偏向于就说，那个机型呢，二合一香波呢，已经人家用了那么久，可能需要有一种改变了。但是二合一香波造成更多的一个掉头发，那个也是事实。所以呢，我好像你一样了，我呢现在呢我也不太会用那个二合一香波了，我现在。就算用二合一香波的话呢，我就会在中间，星期中啊，或者就那个周末了，我就用一次，完全没有那种调理剂的那个东西了，然后就那个香波，然后就把那个头洗得干干净净，然后就不会引起那个掉头发。好，刚刚我们也讲了这个毛发的产品，这个毛发的产品哈，实际上除了香波除了护发素以外，还有很多很多的种类，比如说烫发剂、染发剂等等。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不再一一的列举了。那今天下午呢，我们利用比较短的时间啊，整理了关于市场上的比较主要的一些化妆品啊，比如说敷用的啊，这个彩妆类的，还有毛发类的产品，通过这样的一个讲解啊，可能大家呢对我们这个市场上这些常见的常用的产品的配方呢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非常感谢陈先生哈，来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这个配方的奥秘啊，可能通过这样的学习呢，我们对配方有了更多的了解啊，也许呢我们可以回去自己动手做一些配方。但是实际上啊，好像也是有点纸上谈兵的感觉哈，对，好像听到这么多也不是说就那么完全的清楚，所以我们希望呢以后还有线下啊实操的机会，欢迎你再来我们成都啊，跟我们大家一起啊做一些实操的这种活动哈。好，我们有动手的这个机会，可能对我们这个配方啊，对原料的理解会更加的深透一些。实际上我们在香港啊，
也在做这个事了，因为我们就香港政府也确实非常支持我们现在把那个宽频的技术普及出去，所以我们也有一些线下的一个课程，就令到大家可以有一个体验，大家可以去把就做自己的一些产品出来，然后就体验一下那个哦，做一个配方，自己拥有自己亲手做出来的一个产品，它更有这种成就感。对呀、啊，对呀、啊，所以我们充满了期待哈、啊，欢迎再次来到我们这儿，谢谢，好，谢谢，再见。拜拜。